林海音先生是台湾省级作家那时候的一个母亲一样的护护着让我们长大的。我母亲呢，当然在台湾最重要一点就是她提拔了大批的作家，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杨逵，就没有钟离和，就没有钟兆政，就没有林怀民。其实林先生他是一个生长在过渡时代的人物，而他本人呢也扮演了这个过渡时代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他的故乡，他永远不会漂流。林海音先生是文人相亲，是亲近的亲。